迎来到英雄联盟。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耶嘿耶，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扶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好，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边的话是由八零啊为大家带来的一期英雄联盟的高分牌视频。那本场比赛啊，我们是选择做了一个这个 Faker 的这个助星龙王锁，
那索尔镇英雄的话，飞可这一把的话，如果说没有记错，好像是第三把还是第四把在玩啊，所以说就是可以说他是基本上哦、没有怎么玩过啊。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个上手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就如何就是他的一个上手能力真的是有点夸张啊，这个上手能力在现在这场比赛的话也是直接选择了第一级哦，先做了一个三速鞋啊，想说利用这个三速鞋的一个这个高移速的加成啊，来让自己的 W 小星星或者说自己的星云之主这个被动去对对面无情输出，然后看一下对面的拉克斯啊，对面这一把打的是一个拉克斯，拉克斯这边的话因为他手长的缘故啊，就是手非常长的缘故，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说利用这个从出其不意的个范围配合自己的打野来干着他。哎呀，这边想日蟹，但是感觉这个龙王日蟹的话难度还是有点大的，这边的话因为要快速回到线上，所以说开启 W 之后然后再回到线上，那这样的话看一下开启一个大招，不停的话在这边利用这个被动，可以说这个龙王啊，他确实是就是索尔镇英雄，他确实是很需要这个走位来控制自己的被动，因为大部分就是索尔在打完技能之后可能大部分伤害都是来源他的被动，而且就是我们仔细看一下索尔的一个游动距离，感觉他怎么说，就为什么不叫这个敖心要叫索尔，看一下这一波的话直接配合队友怪，但是被牛头在 W 给顶起了，给个大招减速一下对面，这个时候门多的一个进场，但是这个人头直接都是被龙龟给收掉哦，飞哥这边有点不开心，然后这边的话想说利用这个刚刚那一下的话是二段 Q 直接瞬间爆炸哦，想说利用这个 Q 的一个眩晕效果留住对面的这个留住对面牛头然后再击杀哦，但是好像是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然后这边的话感觉现在就整体局势而言的话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那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订阅呗，好，那这个订阅广告不能少哦，八零有三宝订阅图片不能少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在屏幕的右边啊出现个蜡笔小新的头像，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那点击到蜡笔小新的头像就可以订阅到八零，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啊，请注意是在第一时间收看到八零为你带来的英雄联盟高分的一个排位视频更新，包含大神的一些套路玩法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所以说这边的话一定请大家帮忙点击更新哦。那这个点击的观众呢，好，这个点击订阅啊、我感觉最近的嘴老是在瓢，诶，看一下这一波配合轮子妈一技能一个控，这边的话牛头是直接被控到原地，龙龟又来，牛头这边的话非常的尴尬，而且人也是没有到六级，直接是被对面这三个这个无情的龙骑啊、一套控在原地，基本上是没有动弹，瞬间倒地。然后再看一下飞哥这个搞事波要去哪里，这一把的话他点的天赋是选择点了雷霆加强项是爆发，而没有选择点明火那种比较稳定持续性的一个事情，那下一件装备的话应该来说就是出时光杖，看一下这边怎么做，直接的话开启 W 配合轮子妈的一个锁链的一个进攻效果，差一点点伤害，这边谁想上哦，两个人都不想上，这边被进了一个 W 给进去，反身给个大招哦，突然的一下大招直接是把进给秒了，进这边是万万没有想到哦，飞哥这边这么突兀的一个大招。然后这边可以看到飞哥这个对于龙王的理解，他竟然是选择先出了三速鞋，出了三速鞋之后他是直接选择附魔了这个失真哦，看一下就没有说像其他龙王一样的是选择四速鞋利用在线上一个游走资源的一个效果，而是直接非常干脆的选择附魔出了失真哦。那这样的话估计按照Faker理解，就是觉得龙王他算是一个资源性比较强的英雄啊，他的资源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他可能就没有说想着选择在线上去打爆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一下这边的话被动已经是点满了，要不要开启一个一级了哦，还是没有选择用一技能过去，
86加43 43的话也就是 0.3 哦，不止啊 0.3 左右的一个这个 AP 加成。那 W 这个开启之后的 AP 加成其实效果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但一切的可观情况下重点都在于能不能控到对面。看一下这波草本是拉克斯，哎呦，拉克斯面对感觉突然感觉这个 Faker 这边红色方阵容非常非常的暴躁啊，龙龟的这个嘲讽，然后再加上 Faker 远距离的给 Q 的一个眩晕，看一下这波 Faker 的一个直接绕后的一个传送，直接是把进的退路给逼退了，然后这时候清绝这个进场，看一下开启 W 之后，但是烧不到啊，这牛头是会玩的啊，看一下，想跑没门啊，直接烫死，因为牛头这边是只有一速血，而 Faker 这边出的是个三速血，所以说刚刚在一波嘲讽之后啊，这牛头就算想跑，但是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给他跑，也是瞬间被弄死。看一下这个龙龟跟门多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但是感觉龙龟想认识门多有点不可能啊，双方又是一波相亲相爱。看一下对面这边的话，搞像对面这边有点是放弃抵抗意志了，拉克斯的一个进场有没有想打的一个意思，这边的话推一下 Q 技能想打一下对面拉克斯，超远距离的一个大招，圈圈这边的话身上是没有大的，但是伤害差一丢丢，飞个闪现的一个跟进，被对面控在人群中，这边的话要不要倒下，直接的话给个 Q 技能，对面没有伤害啊，这点太尴尬了。看一下开启 W 之后一个走位想躲一下，被一技能解除掉，一个 Q 技能这边的话轮哦，那个扇子嘛给了一个加速啊，是直接让 Faker 脱离了对面的一个伤害范围啊。那这样的话这把局势感觉 Faker 这边节奏带的还不错啊，可以看到14个人头有11个人头是跟 Faker 有关系的，那也就是说他的节奏带的还是挺完美的，可以这样说。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话终于是开始玩起了这套这个效果，但是在结束之后啊，因为这边是没有到20分钟，如果说要到20分钟再有专营卫射加成的一个情况下，这个 Q 技能才能说直接推到对面高地啊，如果说没有专营卫射加成，单单是靠你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就靠自己本身一速一个加成，应该来说是推不到对面高地的。那也就是说索尔的话在20分钟的话又有个好玩的东西，就是另一个高额的一个 AD 加成直接推到对面。看一下这一波不停的在烧，其实真的越看索尔就越觉得啊，这个兄弟的话他像是这个，看一下这波 Q 技能眩晕不停的在开启 W 的一个灼烧，就这三下直接啪啪啪啪给烧死了。这边又是开启烧牛头的一个效果，但是牛头这边的话身上是有六的啊，牛头在这边是想勾引一波来打我呀，但是对面好像是明显没有这个企图啊。看一下小兵击杀的瑞兹，那这把比赛的话应该来说打到现在对面已经是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了，接下来的话就是看对方要花多久的时间，是20投呢还是在20以内被推掉，看一下这波进的话直接是秒掉了对面的，哦不应该是在防御塔的范围内直接是秒掉了这个圈爵，但是啊最后的话还是逃不过所有的等离子炮，心悬高落，其实我觉得这个技能不如叫做等离子炮啊，比较简单明了，而且的话还这个非常形象。看一下，看一下在开启 W 之后，这边的话说也是选择了一波回城，那他竟然选择了回城，我这边必然也是要选择一波广告啊，对不对，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也是请各位兄弟老爷帮忙点击一波这个天猫国际，好，应该是超抢购的一个广告，
那在这个视频的右边有这个淘宝的这个图片广告，请大家帮忙点击跳转向。同样啊，在这个视频的正下方啊，也就优酷手机客户端观看朋友，在这视频正下方同样有这个图片广告，那也是烦请啊各位观众老爷帮忙点击跳转向，这个谢谢大家啦，对不对？这个广告的话决定我能不能吃一下馒头哦，不，广告的话决定我能不能吃一下肉包子哦，最近的话吃馒头吃多了，想换个口味吃一下包子哦，拜托各位观众老爷成全一下。看一下这一波啊，又是在人家的基地中肆意，而且这边的话是选择出了一个这个深渊，而没有选择出所有的另外一件核心装，这个那叫什么冰杖啊，没有选择出冰杖。那这样的话，主要是因为对面的话，现在这边对面两个点，只有说瑞兹和这个拉克斯有一点点的输出，近的话现在基本上是不够看。看一下这边的话。怎么说呢，这个韩服的话，韩服好像是真的是没有中推的一个游戏，因为看了这么多场比赛，好像就是除非怎么说，就是在高分段真的是看不到。哎，这边的话拉克斯干得漂亮啊，直接是把这个 Faker 的所有给秒了啊，这一波我给满分打得非常非常漂亮。看你在装逼，然后这边看一下自己的队友的话，一个奥巴马的进场配合龙龟是收到了对面的进，那进被收的情况下，剩一个门多也只能扔扔菜刀。门多这个打野真的是在前两个版本非常非常流行，但是在这个两个版本感觉已经是看不到他了。看一下这边的话，两个人玩一个跑跑抓的游戏，哎，门多这边会玩，龙龟这边的话一个高额的一个移速加成，但是被对面给包了。这波怎么说，对面的话不停的在输出，门多闪现拉开，哎呦，清洁这边会玩，直接开大。可以，这个这波的话开大嘲讽门多还是玩得非常溜的。那这样的话基地应该是被红色方给顺利的推向。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把比赛的话，飞哥这边打的是一个偏向资源游走型的这个龙王啊，就不像以前是在线上打伤害，更多的是一个偏向资源游走。那龙王的一个资源性的话感觉一般吧，但感觉他还是在线上出冰杖。龙王我觉得他更多的像是一个打团的英雄，在这个团战中如果说出了冰杖之后，那他的伤害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爆炸。那这一把的话，因为更多的是一些节奏上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说感觉就是没有很好的回放出来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个 Faker 对龙王这英雄上手速度确实是挺快的。之前的话，我记得他前两把打的战绩都是很差，那这两把就直接瞬间爆炸。然后的话，还有就是 SKT 的世界冠军皮肤已经是出来了，那到时候的话会给大家分享。好像是鳄鱼、蜘蛛、瑞兹还有牛头。那 ADC 是谁？到现在的话我还没知道，那到时候知道也会给大家分享的。那最后的话，我是80，那这期视频做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